船快来吧，跑跑船长正在呼唤你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泡泡飞船里啊，依然会有好玩的游戏等待着大家。小船员们，你们看，在我们的面前呢，哎，摆放了两个不同形状的这个合作的东西啊。对，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形状呀？正方形。正方形。正方形。有几个？我们来数一数。1、2、3。那这边是什么形状组成的？三角形。三角形。有几个？我们来数一数。1、2、3，也是三个。哎，同样是三个，而且我们看这两个物体，它们的这个边的长度是怎么样的？相同的，我们可以把它立起来。来，小船员们看，这个高度是怎么样的？一样的啊。那你们说说看，它们上边哪一个能够放的东西更多一些，或者说更加结实一些啊？你们猜猜看啊，你来说。长方体。哦，长方体能放东西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长。它长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呢，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呢，有两盘同样的东西啊。应该说它们的这个种类和大小几乎是一样。种类完全一样。对。大小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我们来比一比啊。首先我们拿出一样东西，最轻的。青椒。我还拿芒果啊。我觉得青椒应该轻一点。行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哟，不要用茄子垫着哦。稍微有一点变化，来，咱们再来一个轻的。还要再放啊？再放一个芒果。哇，怎么样了？倒了。倒了。先倒下。被压垮了。但是我们看这个三角形，非常的坚固啊。咱们再来放一个苹果，你们说它会倒吗？不会。不会，来试一试啊。我这再放苹果就没了，完全被压平了。我再放一个橙子，你们说它会倒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哇，好厉害！香蕉呢？放两个香蕉，它会倒吗？不会。哇，太棒了！我们再把这个大茄子放上去，会倒吗？不会。如果没倒的话，我们为它鼓鼓掌啊。啊。好不好？要挑战我们三角形加速的极限，还可以，掌声在哪里？你们说是这个三角形更稳定，还是这个正方形或者说长方形更稳定呢？三角形。三角形更稳定。它上面放这么多东西都没有被压垮。这样吧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游戏，能够让大家更加明确啊这个现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啊。好，首先还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什么形状？正方形。这个是三角形。你们猜一猜谁更稳定？三角形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请小船员们呢，把这个正方形看看能不能变成其他的形状，好不好？来试一试。来，能不能用手改变它的形状啊？把正方形改变一下。哎，
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变成了什么形状？这个认识吗？什么形状？菱形。说的没错。小朋友稍微用点劲儿，这个形状就改变了，说明它确实不是很稳定。那么三角形是不是稳定呢？如果我们也能把它的形状改变的话，它也不稳定啊。对，试一试看。谁来试一试？把它改变，能改变成其他形状，可以吗？会动吗？能做到吗？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。它稳定，所以它改变不了，动不了。你像它，轻轻一碰，就变形状了。所以说明它不够稳定。那问题又来了。是的。啊，小船员们，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变得稳定吗？你们也想一想，怎么做这个正方形就不会变形了呢？可以给小朋友一根长条帮忙哦。可以把长条斜着连接正方形的两个角。哦，能不能成功呢？我们来试一试吧。摆好了，摆好了以后，我们看原来的一个正方形，现在变成了两个什么样啊？三角形。小朋友看，这是一个三角形，下面又是一个三角形。现在红果果啊，你的力气应该比较大，来试一试改变它们，可以吗？小朋友也来试一试，小朋友试一试，好，能改变吗？试试，小伙子来试一试，使劲，哇，太神奇了，是不是？可以改变吗？不能，多么的神奇！只是在中间加了这样一个横梁，把它变成了两个三角形，这个就变得比以前更结实了。所以今天啊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学会了什么呀？这个正方形、长方形还有三角形，哪个更加坚固啊？没错，就是三角形。可能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都是正方形或者三角形的，但是之前我们可能没有去思考过谁更加坚固。没错，小船员们，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我们的口号：科学探讨，动手动脑，细心观察，探索奥妙。好像是知道点博士呼叫我们，一起来看一看。好，一起来看看。知道点博士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哦，我在找可以起到稳定作用的三角形。啊，当然了，像这种也是三角形，不过我要寻找的可不是它哦。哼，小朋友们，跟我一起去寻找吧。这儿有三角形吗？画板的架子是三角形的。我看到了。画架的这里就是一个三角形，这样画架就不容易倒了。小朋友们，知道点博士已经找到稳定的三角形了，你们也快来找一找吧。衣架是稳定的三角形，这样放上衣服，衣架就不容易变形了。哦，答对了，这个衣架就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。我们一起找到了这么多稳定的三角形，真的是太棒了。看来我知道点博士还是知道一点点的。再见。再见。这些形状本来就是存在于我们的身边，随处可见。小朋友呢，可以动脑筋来想一想。那今天我们的小船员们表现得那么出色，是不是要鼓励一下？